指挥中心也来宣布，即日开始开放予民众来注残疾疫苗。这个残疾疫苗就是逐天最后一罐注出的疫苗。也毋过，这个开放的对象有限制，以第七类到第十类为第一顺位，过来则是一般的民众。若要注这个残疾疫苗，要安怎来登记呢？指挥中心的副指挥官陈宗元讲，这个医疗院所拢有家己备用的资料库。痛啊！使用会痛吗？会酸酸的。大家拢想要注意风险，不过你若不是目前开放注意风险的对象，又搁想要先注意安怎？指挥中心宣布讲，为今日起开放注春的疫苗和两种对象来注。第一类号要开放的优先对象，也就是第七类到第十类的对象，过来则是十八岁以上的一般民众。开品之后有六小时的时间，所以这个我们只同意是在最后一品的使用，所以就这个每一个医疗院所，他们依照这样的一个原则跟顺序，那去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备用的资料库。运用备用的资料库，注册当然要安怎准备后补的名单？指挥中心讲无规定，讲交由医疗院所家己去处理。其实我想，医疗院所有很多自己的所谓的忠实的这个民众啊，哈，那诊所其实是可以建立相关，就是他有意愿的名单。其实这种建立名单在诊所方面来讲，其实是不困难啊，因为尤其是十八岁以上，其实开放的年龄的范围是非常的大。就怕說時間會收窄，還是說有民眾認為用備用資料庫有不公平的現象，指揮中心可能就要研究更加完整的注射的政策，來以免可能發生收搶的風波。